道里面来救我的，你就说你放心过来，你肯定要救。后来我就叫我去做生物治疗，他没去做，叫他去做化疗什么他都不做，因为台长到他的梦中告诉他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一定会有救的，台长的法身到你这里了。谢谢。哎，我不知道哪边是欠他，哪有这么的朋友的。好的，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儿子他的那个生殖器上长了两个黄豆大的那个脏东西，医生说可能就是发育的时候如果发不好可能要动手术。嗯，他才4岁。4岁是吧？对。属什么的？是2009年属牛的。2009年属牛的是吧？是。哦，哎呀，在那个生殖器上，对，一个靠前，一个在当中。哎，对对对。你现在啊，赶紧买一点那种消毒的那种消毒的那种水啊，给他每天洗。消毒水。哎，给他洗。明白吗？另外呢，赶快给他念那个往生咒，每天念49遍，然后呢，心经念49遍，然后呢，小房子给他先烧49张，一个月之后，我看他这个应该没有的，好吧？我告诉你，他的毛病在哪里？就是你在怀他的时候吃了很多活的东西，吃的那个虾。瞎补身体，瞎了！我看你呀、啊，瞎了你的头啊！好了，下去吧。他还厉害了，他能做到台长的法身了。